系和仁书院创校150周年，同时亦系和仁旧生会中学创校25周年。今次展览得以举办，实有赖和仁旧生会于振科会长、李乐贤校长、许用忠校长都为今次的展览提供了不少协助。学校参与的同学亦都是同时参展的同学。不单止应届的同学参与展出，就连毕业多年的师兄学长都有作品展出。他们用他们无限的创意，用每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理念，他们每一件都是很精美的艺术品来的。这次的联校展是给两校的同学各展所长，又能互相观摩。我希望这个展览在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延续下去，亦都令同学多